面前的是迷你世界中变异的一只小猪，它拥有黑色的眼圈和身体黑色的斑点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，在迷你世界中只有这一种变异的小猪。错，其实还隐藏了一种变异的小猪。你们难道不好奇它长什么样子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见过小猪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的小猪最喜欢吃的就是萝卜大餐。当我们拿上萝卜大餐，我们去哪里，它们就会跟到哪里。根据官方大大对萝卜大餐的简介，使用以后会使猪立刻进入繁殖状态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他们高兴地向我们比心。你手机表情包中最开心的表情，就是此时小猪的心情。小伙伴们，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繁殖以后的小猪，我们再喂给它萝卜大餐，它就不吃了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在迷你世界中变异的小猪不止这种黑色的小猪，还有一种蓝色的小猪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个猪它也发生了变异，并且它的眼睛中还闪着泪花，它的身体的颜色是蓝宝石的颜色。所以说，迷你世界中变异的小猪有蓝色的小猪，还有黑色的小猪，共有两种猪发生了变异。你们知道了吗？